小宇宙 go go go， 加油，我的朋友 ho ho ho， 你是我最好朋友，我会听你到最后。大梦想 go go go， 加油，我的朋友 ho ho ho， 青春绝不停留，一起战斗，在最勇敢的时候。骄傲的母子会为你说起来，多么神奇，一路有你，闪光的梦想零距离，大梦想 go go go， 加油，我的朋友 ho ho ho， 青春绝不停留，一起战斗，都是猴子派来逗玉峰玩的吧？切，肯定是玉峰端着个明星架子，所以大家都不愿意跟他玩。你们又不是六班的，你们凭什么这么说他？哟，你是六班的就了不起啊？我现在不是说我是不是六班的，你们又不了解他，你们知道他有多努力吗？玉峰啊，我想想看，我还真没看出他有多努力。你们这么晚了还不回家？安主任。怎么了？突然发这么大脾气？他们不讲理。坐下说吧。是因为他们在背后说玉峰的坏话，也就气成这样。他们根本不了解他，就在他背后说坏话，他们这是污蔑。我看平时别人怎么说你，你都不生气，就因为说玉峰的坏话。你就气成这样，至于吗？看来这个玉峰真是有很大的魅力啊，才短短几天就让我们这个铁面无私的沙大班长圈成铁粉了。我没有。动作再帅一点啊，再帅一点，对，手抬高一点，再大一点，哪只脚在前啊？这样就可以啊。动作再帅一点，对，动作大一点啊。姿势再开一点，再开一点啊。导演，哎，是班主任。其实啊，我不只是班主任，我还是。月亮岛棒球队的教练，是吗？啊，是啊。那太好了，你去帮忙指导一下玉峰。啊，英雄所见略同啊，我真有此意啊。那真是太好了，去吧。啊，好啊，那我就献丑了。啊，去吧，去吧，去。啊，那我去了。哎，哦，你好。哎，啊，老师你好，你好。来。Thank you.
大家都精神一点。啊，这样子啊，那个首先是尹科啊，尹科你来演那个捕手，好吧？捕手你在接这个球的时候啊，你要给人感觉啊是那种这个球力量很大的样子哦，你接都接不住，特别厉害。然后最好呢你就坐在地上，坐在地上就表现得更好了，好吧？然后是小松啊，小松你演击球手，但是呢你在击球的时候啊，你尽量不要打到这个球啊，就感觉哇这个球好厉害的样子，你怎么打都打不到，你最好呢自己摔一跤就更好看了，好吧？梧桐啊，你就回来来演一下那个玉峰的替身，好吧？你不用管他，你只要使尽全力，用你最大的力气把球投出去就好了，好吧？摔一点，好不好？大家精神一点。哎，干什么？都给我积极一点，拿出干劲来，好不好？真的是，快点，跟着各位。哎，都一个懒懒散散干什么？没吃饱饭？动作快一点，没听见我说话吗？啊，能不能给观众朋友留下一点好印象？都听我的，啊，三、二、停，一，怎么回事？谁是导演？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激动了。Action！昨天的事儿，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才好。什么事啊，玉峰？叫他替我打棒球的事儿。不过看在昨天有免费奶茶喝的份上，把原谅你呢。奶茶？哦，我的粉丝，好吧。不管怎么样，真的很谢谢。哎，说到你的粉丝，给我签个名吧，玉峰。签个名吧，吴桐，谢谢啊。你看，人家玉峰一来，你就完全失宠了。哇，这么多人啊！请同学们排队回教室，不要在操场上逗留。各班班主任，请管好本班秩序。玉峰，哎，你干什么？陶西，听见了没有？你们高一六班在后面挤成一团干什么？快哄他！哇，怎么这么严重？要不去打个石膏？哎，不用不用，没事没事，我就让学生干了两脚，过两天就好了。我也看不懂现在学生在想些什么。今天上午课间操的事情你也看见了，因为你们班玉峰，让整个学校秩序都混乱了。课间操固然不能取消，玉峰现在就是学生身份，也不能不去。可以后再出现这样问题的话，身为班主任，你应该有职责想出办法吧。安主任，这会不会太为难陶老师了呢？这点问题都解决不了的话，我劝你自己辞职，早点离开月亮岛。哎，我都背出来了，哎，我还就不走了，你要怎么地？有本事你开除我！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开除我，我这算工伤啊！你要赔钱的，你知道吧？你看到没有，肿得跟馒头一样，哎，看到没有？行了，放下吧。我发现你跟安主任最近怪怪的。什么怪怪的？虽然他嘴上还是赶你走，但是对你的态度已经温柔很多了。你在说什么？你跟我说的是同一个人吗？哎，我怎么发现最近你一直在替他说？不会是你俩？哎，怎么可能？哎，你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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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哥们儿，可以啊。这个事儿要是真的话，你得平时帮我吹吹枕边风啊。还好办公室没人，管好你的嘴。我跟你开个玩笑，你还害臊了你？
哎，我那小时候我带你去夜店的时候，你可没那么腼腆啊。我跟你说认真的，课间操的事你怎么解决？嗨，这种小事我能搞不定了。哎，帮我按按脚。哎，痛死你！啊，痛啊！迟到要扣分的，拜拜拜拜拜拜，像话吗？你说这像话吗？现在粉丝们都已经疯了，这样抹黑我们家玉峰，你们学校一定要彻查到底。你是说有人随便拍了一段视频发到网上，然后你就跑到我这儿来兴师问罪？你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安主任，是这样，我们最近对这个发布视频的 ID 进行了调查，最后得知呢，这个视频啊是粉丝从学校某位老师手上花钱买的独家。花钱买的？有说是谁吗？他们死活不愿意透露视频的来源，说这样以后就怕没有独家了。这种交易确实有损我们月亮岛教师团队的形象。你们放心，这个事情我不会置之不理的。陶老师，您找我什么事儿啊？哎呀，你跟着我就对了。各位同学，你们喜不喜欢玉峰啊？喜欢。既然你们都这么喜欢玉峰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课间操就由玉峰来领操，好不好？好。陶老师，我不会做课间操，我前两天全是瞎比划的。哎呀，你放心好了，我早就帮你安排好了。连音乐都帮你准备好了，我不会让你丢的。哎，来来来来来，好了，各位同学，你们都准备好了没有？好。三、二、一 ，music。不是要我整顿课间操纪律问题吗？我这不叫整顿吗？你这叫整顿纪律吗？现在全乱套了。乱套？没有啊，你看他们现在多积极多热情啊。所谓课间操呢，就是为了鼓励孩子们啊，在学习之余能够锻炼身体，对不对？那你现在看看他们，这不比平时他们瞎比划那几下强多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他们的学习了。You man mom, don't worry about me, man, yo. 会。Come on, everybody.可怕吗？不是的，我只是以为这个时候不会有人来。安主任，我还是有点好奇。什么？你平常做事都这么冷静有条理，但为什么
遇到陶西就这么较真的？你真的是因为他平常吊儿郎当，所以才这么针对他的吗？不然还以为什么？虽然陶西这个人啊，平常看起来不太靠谱，但是如果你跟他熟了之后，你会发现他人其实不错的。那我发誓，不是因为我跟他关系好才帮他说话的。别跟我提他了，柯建造的事情他还没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呢。但是，他确实让学生们积极运动起来了，而且柯建造的效果也比往常好很多，这样不就好了吗？为什么一定要做那套广播操呢？我没有看出他有那个目的啊，反而我觉得是他在想方设法帮粉丝谋福利呢。眼见不一定为凭的，人常常看到的都只是片面而已。你可以去问他班上的学生，或者棒球队的成员，他们对他的评价，说不定你会对他改观的。对了，学校里的学生是不是私底下叫我巫婆啊？我看到网上发了一段玉凤的视频，底下有评论说，他的经纪人长得很像学校里的巫婆。我在想，这个巫婆是不是在说我？喂，哎，就知道心里有鬼。班自习课没人管啊，我们跟班主任达成了协议，自习课全面自制。哎，是不是让人爽啊？好，是真有意思。玉峰，做俯卧撑。啊？我们班的纪律就是谁打扰谁读书，就做10个俯卧撑。你打扰到我了。班主任呢？安主任，我们可以全面自制，我们不需要班主任在就可以自己自习。自制？就像刚才这样自制吗？这里装了这么多摄像头，全国观众都看得见。你们的一言一行就代表了月亮岛。报告主任，是我破坏六班的自习纪律，刚才巫彤同学已经提醒了我。所以我现在正在接受处罚。玉峰同学，跟我出来一下。跟上。摄像不要跟着。你来这里也有几天了，对学校印象怎么样？挺好的，特别是六班的同学们。可能是陶老师的教学方式比较特殊，我觉得他们的思想都非常的成熟。这里没有摄像机，你放心，可以跟我说心里话。老师，我说的是真心话。我从小比较调皮，家里人也不怎么管我，所以，我上学的时候都是老师压迫着我读书的。所以我觉得，老师和学生就是对立面，学习就是为了完成一件苦差事。但是我听说班晓松为了能让陶老师留下来，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我都惊呆了。好，你先进去吧。你平常都要跟他们一起练棒球，
现在你自己又偷偷练，小心累着啊。不会累，我一定要好好加油，争取有一天赶快超过梧桐，勤能补拙。童哥，你这么努力练棒球，足够克服先天不足了。你说谁先天不足啊？你自己说了勤能补拙，勤能补拙的前提不就是自己承认你自己笨吗？你们两个，安主任，安主任，看到你们教练了吗？没有。你觉得那苗西教练怎样？二，很二，非常二。你们也想换个教练？为什么呀？陶西挺好的。安主任，我们说的这个二，它不是个贬义词，它也可以是个中性词。二还能是个中性词？闭嘴。所以说他很二，但是你们都很喜欢他。嗯。继续练吧。安主任拜拜。难道所有老师都要像那个巫婆一样摆个脸，我们才会喜欢他？你们家的巫婆是你们陶教练给我取的吧？说你一个，二哥，你没事吧？我见过快递晚到的，没见过快递这么早到的。感谢您的淑女一个信。哇，给你点赞啊！谢谢你啊，不客气。他为什么今天对果果那么好啊？因为我今天心情好呀。我没告诉你吗？我今天要上电视了。果果，开始了没？还没有。还没啊？你干嘛？不是说你做饭很好吃吗？你过来尝尝不行？哎，你还没问我同不同意呢。哎，果果，照顾你家安阿姨啊，我去丢个垃圾。小桃子从来不收拾房间啊。嗯，那个才是他的房间。陶西为了果果这么活得出去啊？果果，你干嘛呢？哎，你咋随便翻扔东西呢？看我照片干嘛？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视频？小桃子，我饿了。来，先吃饭，来。知道你今天会来啊，我就炒饭炒面炒年糕，吃完还让你付10块钱呢。小桃子是要庆祝他自己上了电视。上电视？那是，这是我第一次上娱乐节目，我长得这么潇洒，肯定圈不少粉丝呢。开始了，是梧桐哥哥。哇，你光看个屁股你就知道是梧桐哥哥？稍等，哎，就这个动作啊，还是我教他们的啊。哎，我跟你说，这个动作他们一开始打的可难看了，是我一把手给他们教出来的。哎，还有，你看这个根本就不是御风，它是那个梧桐给他做的替身，只有拍近景的时候才是那个御风。就是这个，你看，来，这后面是我，你看到没？你看，怎么没有正脸呢？这，你别挡着我，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来？马上，一会儿就到我击球了，我打的可帅了。小桃子，你人呢？这一个多小时的节目呢，你急什么呀？你这是。啊？这个剪辑怎么回事？剪得我一个镜头都没有，那还看个屁呀！别管我，还要看动画片呢。啊？人家都是来看御风的。你连粉丝都没有，有什么好看的？我没粉丝，说出来怕吓死你。我手机呢？你看一眼，我网上回复量有多大？你看一眼，就像我这样的，我告诉你啊，要但凡有人包装我，给我稍微捯饬，果果，以后你班级里那些同学啊，都得爬过来叫我签名。这你还当明星呢？人家是人见人爱，你呢？我花见花开啊，开玩笑，这些都是包装出来的。你看到刚刚那个棒球没？都是假的。我再给你看个视频哈，你看。你哥，我进去吃冰吧。今天不行啊，今天尹克得去训练。看到没？就这个，玉峰刚到我们班级的时候啊，他请我们全班去吃冰激凌，都没人愿意去，他们经纪公司死活不肯放出来。这但凡放出来的都是好的，这叫什么知道吗？这就叫包装。果然是你干的。啊？我干什么了？我就拍个视频嘛。果果在这儿，我就不方便说了。明天到我办公室来。啊？哎，怎么说变脸就变脸啊？看什么看？没见过明星啊？哎，这什么？你的，我的，有人暗恋我？你想太多了，粉丝送的。粉丝？我哦，对，我现在有粉丝了，巧克力。不过现在的粉丝也太神通广大了吧？你只不过做操的时候被拍了一张照片，就查出你是班主任，还查到他的办公室。哎，小白，我怎么觉得你说话酸酸的呢？我没有。你有啊？没有。你有？我觉得我没有。哦，我明白了，这本来这个巧克力吧应该是送给你的，现在我做班主任，所以这巧克力送给我了，难怪你心里酸酸的。没有。哎，你小气啊你。那不这样，我给你吃一个，来。我不要。哎呀，我喂你嘛，来。别闹了。来，你不吃你小气了啊。来，快，吃一粒。
就昨天晚上，那儿又放出去一个视频，现在粉丝们都责怪我们，说是我们逼着玉凤找替身打球，是你们自己找的替身，你们就应该为替身的事情负责任，不要出了事情就往别人身上推。安主任，我来找您呢，也不是为了追究谁对谁错，现在的问题是，你们学校说过要全力配合我们拍摄，现在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安主任，您得多帮帮忙啊！我可以跟你保证，如果我们找到这个人的话，一定严肃处理。对对对，但是这是月亮岛的内务，所以学校决定内部处理，当事人信息不予以公开。但是这个，安主任，你找我啊？那我待会再来。不用了，他们现在就走。哼，还挺可爱。来，什么事儿？你知道你拍的那个视频对学校影响多大吗？什么视频啊？你说什么视频？哦，就玉峰那个，我瞎拍着玩的。你拍视频我不管你，但是你把它卖给粉丝，性质就不一样了。老师为了赚外快当狗仔，这个事情让别人知道的话，对学校影响多大？不是，等等。你发什么火啊？我又没有卖给粉丝啊！你还在狡辩？我看到你手机里的视频了。我真的没有卖给粉丝啊！我谁都没卖，除了我给果果看了，还有我自己看了，就没人看过了。真的 ？Of course， 真的。好吧，那我弄错了。好吧，那我原谅你。可是，如果这个视频不是你拍的话，那会是谁啊？好，各位同学，我们看一下这张图片，你们可以看出这个教堂是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吗？这就一张图，谁看得出来啊？是都看不出来吗？那我就给你们三个提示：俄罗斯、拜占庭、东正，有谁能回答一下吗？索菲亚教堂是哈尔滨的那个，不是土耳其的。玉凤同学非常棒！哇，你还真给猜出来了。之前去那儿拍过 MV。玉凤同学在索菲亚教堂前拍的 MV 非常棒，很唯美。老师，原来你也是玉凤粉丝啊！继续画。画到你不会画为止啊！我说我不会画了。原来玉峰物理也不好。他说他擅长人文，物理是他苦手。这一道题都不会。好，现在辩论开始。我知道国产电影保护月是为了促进本国电影的发展，但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只能是适得其反。我不同意，不能片面的否定，在这种措施下。国产电影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而且世界上的非常多国家都已经对本国电影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如果照你这个说法，那全世界的电影是不是都会变得越来越差呢？我们要正视国内电影和国外电影的差距，这样的庇护只会令国产电影更加的止步不前。所谓的保护月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不认为这么短的时间会对国内观众观赏国外电影带来什么严重的影响。但这样一个小小的举措，却会给国内电影带来发展的希望。国产电影不够精彩，还要归咎于它自身的原因。无论时间长短，都不应该让国内观众去买单。电影作为一个国家的文化产业之一，同时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国民的精神食粮。之所以设置这个保护月，也是为了我们扶持自己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传承。我也很喜欢看外国电影。但作为一名中国人，我觉得我们有义务去支持和保护国产电影，而且我们更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拍出更精彩的电影。
倪虹，你好厉害啊！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知道吃什么吗？对，感觉都很好吃的样子。那你问问同学。同学，推荐一下呗。咱们学校的红烧肉特别好吃。师傅，两份红烧肉。哦，来，给我两份。哎，你知道吗？他昨天出校门的时候又被堵在校门口了。不过幸亏他跑得还挺快的，那粉丝还没来得及反应呢，他就窜车上去了。要我说啊，他如果以后不当明星，可以去练田径，说不定哪天就成中国的博尔特了。哎，你怎么了？哪不舒服吗？嗯，没有啊，你继续讲啊。你确定？那好吧，我姑且先信你。哎，你知道吗？我之前还以为你是因为玉峰呢。啊？我就想着，这大明星进班，会不会影响你学习之类的嘛？不过现在看来，你完全对人家不感兴趣。嗯。我们的玉峰已经上车离开了，很多粉丝都在追哦。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焦耳八卦头条视频就……你怎么？能不能不要出现在我的视频里吗？我怎么了？那么大脸，真是有你大。哎呀，你说这些粉丝真的是太疯狂了，等了一上午就看了几秒。所以说嘛，你要珍惜跟我偶像相处的机会。几个意思？如果脚下是舞台的话，你现在啊都得按秒来计时了。哎，不对啊，你不也是他的粉丝吗？你怎么不往上冲啊？哎呀。当他离你这么近的时候，我就不敢上前了嘛。哎呀，前两天是谁和我为了玉峰在那掐得死去活来的？结果呢，今天就不敢往上冲了。哎呀，真搞不懂你们这些粉丝。小儿，哎哎哎，把你充电线剪了，来，让我充五分钟。不要。哎，不是，你们就不能搭一下自己的吗？一个你，一个张成。我就借你五分钟好吗？五分钟，我能顶俩小时的，你赶紧。把视频拿过来。哎呦，独家视频给你，快！充五分钟嘛，那么小气，就五分钟啊，五分钟，哎呀，真是。不是，我真的没有卖给粉丝，我谁都没卖，除了我给果果看了，还有我自己看了，就没人看过了。他说不是他干的，我就相信不是他干的吗？明明自己承认了呀。而且买视频人说就是学校里面的人卖给他的。唉，这是怎么了？别打扰我家栗子学习。啊！哎，玉峰，为什么我看到你也犯困啊？玉峰，你昨天没睡好啊？写作业、唱歌、练舞、看台本、做保养，经纪人还讲了第二天的流程，结果今天早上还这么早起。做保养。什么？脸啊！你就别笑了，你们都不知道，要是长个青春痘，遮粉都得遮一个小时。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安老师说呢，在他的课上没有时间再默写了，所以呢，默写改在早自习了。不是吧？
好了，他马上就来了，我们准备一下。祝你们好运啊！哎，昨天要背什么呀？阿房宫赋全文。阿房宫赋。这么多。完了完了完了，昨天的事儿太多，全忘了。现在马上合起来开始默写。快点。你会吗？会啊。你等会儿写完借我看一下。嗯。昨天晚上忘了背吧。安主任，玉峰昨天晚上很多工作的。下课到我办公室来一下。主任，对不起，下课就过去。课文了吧？抄完了？抄完了。你在整理器材啊？对啊。需要我帮忙吗？哇塞，你人真好啊！那我就不客气了，去吧。应该的。啊！你吓死我了！哎，你怎么有时间来了？哎，等一下，等一下，来的正好，帮我干活。好。哎，玉峰，我们这边素材差不多了，我们去棒球室准备吧。来，所有人走，不拍了，走吧。丽子啊，啊，要不我去帮你擦擦别的器材吧？可以啊，谢啦。啊。哎，你也来了。嗯。你干嘛？我害怕你的消息，不经意被谁提起，像曾贴着我耳边的气息。我害怕某个旋律带我回某个场景，你说如果雨停了我们就在一起。我害怕某条街道有你留下的记号，会自以为是你对我的需要。我害怕那段旅行继续在我的梦里，我还相信你说的离开的原因。最近我表现得还可以，最近你已走到了哪里？别在意，随便问问而已，别有压力。